如果还是定居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冒险。在遇到他之前，大冒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惩罚游戏。就你这种不入流的货色，也敢勾引孝子，也不闻闻自己身上的鸡窝味儿啊！花雪里面的酸痒，你是要爱我是假，多出一杯。是我先喜欢他的。那年大三，我碰到了一个把我大梦想当真的男生。向不尘，可是像我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会有资格被他当真吗？但是他们说我又穷，学习又差的，你真的喜欢我呀？你喜欢我什么呀？你不会也是在玩大冒险吧？哎，之后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场梦，我从没梦到过那种。喂，江不晨，嗨。没有说的秘密，要不要对你光明，会不会太过主动，会不珍惜，想在意在你的心，能否允许我占据。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生长的地方根本没有权卖人贩子。不，女儿你可以带走，儿子坚决不可以。你鬼迷心窍了吧，离开这个贱人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也可以给他好的生活。但是因为他，我也怀着卑微的希望，想要勇敢一次。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。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感受你曾感受的心痛，孤独的夜望着天空，眼泪都是空。你存在我存在的时空，还来不及对你说保重，越是怀念越是心痛。我以为是他把我从噩梦一般的生活里拽了出来，总是不分清楚，原来是我把他拖进了我的噩梦。只是偶尔望着星空。阿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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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接起来，你不要睡，阿晨，你不要睡，阿晨，你醒醒啊，医生，你快点儿。他为你放弃了一切，还有出国留学的机会，你还要害他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要不想让他死，你就走，拿着钱，你走吧。分手吧。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你没做错什么，之前都是大冒险，现在都结束了。我也可以把你当过，都没来过，被一笔带过，想太多没结果，要我难过，要我沉默，你就直说。我也可以把你当作从没来过，反正你对我到底有没有爱过，麻烦你一定别来找我，这次我也想洒脱。大冒险，大冒险，大冒险。好，愿赌服输，我去。死男人，抛弃我还在这里鬼混，你对得起我？先生的一句喜欢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冒险出发。有他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对妈妈说谎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
场幻想，一场红妆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怎么这么久啊？给了蝴蝶们的爱与不爱又何妨？从前说无惧深爱，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，只要你在。后来你把我归还。冬梅宝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这么喜欢玩大冒险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你好像是认错人了。你装，你继续装。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。我真想不起来你是谁了。啊，喂，老公，啊，要去买年货啊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和我老公去买年货了。你干嘛？买年货可以用这个，这个更快。今年春节有活动，上支付宝搜良品铺子，买年货特别划算。嗯？那我岂不是赚大发了？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啦。六年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看见打折优惠的信息，样子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中，美，宝。怎么这么久啊？他是谁啊，表哥？一个爱逃跑的胆小鬼。妈妈，我下楼来接你了。嗯，走，回家吧。好。妈妈，我们是在和那个叔叔玩捉迷藏吗？六年了，钟明宝，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再逃了。把你的学费掏出来！我自己的学费是我自己打工挣的。哎，其实，在你大冒险亲我之前。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哪怕抛弃所有，甚至付出生命。可你为什么离开我？为什么？美宝，算你有种。真不愧是萧沐晨的种，这娃和他越来越像了，转眼都这么大了。我和你的距离一眼无法看清，所有复杂情绪。没事，妈妈给你赚奶粉钱。乖宝贝，小宝贝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妈妈。嗯，许的什么愿？我想让妈妈天天像今天一样开心。宝贝真乖，妈妈亲一个。嗯，妈妈，过年我们能去黄山玩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班最帅的小哥哥也要去。这么小就是外貌协会，也不知道啊是随了谁，反正不是我。谁在说我坏话？妈妈，我想去嘛，我想去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看。哇，春节期间黄山活动好多啊，我们可以去写福字，为今年的生活攒大大的福气。而且还有什么真人视线李太白，我们可以亲自和视线互动对诗呢。团团，看来啊，你出去玩也逃脱不了背诗的命运哦。啊，为什么？
那我也太悲惨了吧。妈妈，等一下，哥哥。喂，姐，大事不好了，我们下期从未露面的神秘嘉宾 Leo 哥我们了，老板让我们想办法攻略他，可我们连对方什么信息都不知道，怎么办啊？行了行了，我管他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要把他拿下。我春节要和小情人一起过，资料发我吧。好。性别男，海龟，有未婚妻，神秘古怪，就这没了。你迟到了，周小姐。我已经去市里的电影院看电影。喂 ，Leo 先生，我是代表 K 视频来拜访您的钟美宝，我们之前约好在您的会所见面。钟小姐，我这边客户临时约我有事，我在天桥这边的咖啡厅，你方便过来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喂 ，Leo 先生，我已经到了，您在哪儿啊？你迟到了，钟小姐。我已经去市里的电影院看电影，不如你买两点半那场电影，我们一起看，我们在那里见。好嘞。我要快点，我要快点。幸好还有票，现在还有优惠，看电影更便宜。喂，赖友先生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电影院了。你迟到了，我在四点半那场。那我马上买票。我没找到你啊，赖友先生。刚那部很好看，我又看。我来了。不好，有点累。喂，赖友先生，我已经把春节档的电影全都看一遍了。来公司附近的奶茶店找我吧。好啊，辛苦您抓紧时间，我这边还有点事。一手就拉黑，我也联系不上。我也让你尝尝等待的滋味。喂，腾腾，妈妈这边可能会晚一点回来。但是我可以在电话里给你讲故事哦。跟谁笑得那么开心？老公？喂，廖先生，您在哪儿啊？您还有多久过来啊？我这边还有点急事。钟小姐，我今天忙完了，暂时不来了，我们改天再约。别！您在哪儿？要不您跟我说个地方，我过来，我还给你打包了甜品呢。不用麻烦了，也就两块蛋糕而已。我没说蛋糕，也没说两句，他怎么知道？哎，你干嘛？谁让你上来的？就算你晕倒，我也不会管你的。Leo 先生，你干嘛？谁让你上来的？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 K 视频的钟美宝。不是死活不承认吗？钟美宝小姐。肖慕辰先生，您玩够了吧？那 Leo 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谈正事了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想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，是想诚心的邀请你来参加。你搞什么？你不要哭啊！没有，我是想荣幸的邀，荣幸的邀请。行，你装吧，就算你晕倒了，我也不会管你的。喂，
是狗毛引起的过敏，不可能啊！我们以前养过，它养过狗。过敏是会根据体质改变而改变的，比如经历过大手术、怀孕等，都会引起体质改变。哎，小总，您的宝贝狗狗还是在云宠宝上预约洗护吗？对，一直都是这个。哎，现在还有宠物新春夫妻礼呢，这次洗完。 先放你这儿吧。好，这可是您的宝贝祖宗啊，您不要它了。先放你这儿吧。那什么，狗毛过敏。哦，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您可以先上支付宝搜“云宠宝”领取宠物新春福气礼。OK OK， 我现在就领啊。 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明明过去那么久了，可为什么还是有心动的感觉？怎么，又不是第一次见？钟美宝，你清醒一点。 哦，我忘了，这个你没见过。内有先生，我是非常有诚意的邀请你来参加我们节目的。 这是我们能给你带来的曝光程度，还有我们准备的资料，只要我能做的，我们一定尽力做到。做什么都可以。肖牧尘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好，那就说说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哦。啊，好啊，你乖，我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里有事，我要回去了。抱歉，我真的有急事，我改天再来拜访你。钟美宝。 你就是个骗子，从来都没有遵守过承诺。抱歉，改天再来拜访。你得罪谁不好，你得罪萧氏集团老夫人，你节目别上了。不是，新来的主持山竹。Hello， 好久不见啊，老同学。钟美宝。啊，老板早。你得罪谁不好，你得罪萧氏集团老夫人。 大清早害得我被投诉，你知道吗？你节目别上了。不是，交给新来的主持山妮。Hello， 好久不见啊，老同学。怎么是你啊？山妮小姐是从国外进修播音主持的高材生，哪像你啊，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拿到。嗯，好好表现。好的。哎，你没拿大学毕业证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妈欠债，你帮富二代。 这被人甩了，当然就没钱上学了。不过啊，我还是觉得人呐，得有自知之明。像你这样的，去收视率最低的节目正合适。没关系，反正
是金子，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。不过，先恭喜你入职了。谢谢啊。钟美宝，我的天哪！姐，确定正品？录音笔和摄像头都带啊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，怎么能尽快拿到他们诈骗集团的新闻呢？我还要早点回家陪我的小情人呢。哎，少爷，那不是那天你要我联系的女孩吗？老板们，请问要酒吗？好，嗯，给喇叭，给喇叭，喇叭。来来来，各位老板，我先干了。少爷，这坐。来来，干了，喝。姑娘好酒量。干了，老板大侠好酒量，多喝点，再来，多喝点，多喝点，喝点呀。来，咱们再喝点，多喝点。我跟你说，嗯，我不叫什么诈骗犯，我这叫啊。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，大声点！我说大声点！我买了你这么多酒了，你是不是该付出五点啊？哎，你干嘛？哥哥请你吃宵夜去。走吧，你放开啊！别碰老娘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干嘛？我在工作。我需要工作，需要赚钱。你放开我，放开，你放开。干嘛？你把我工作都搞砸了。你就这么作践你自己？小手。我不是你，我需要工作，需要赚钱，我上有老下有我自己。怎么，当年从我妈那拿的钱还不够多是吗？你是没有心，还是说你的心根本就填不满？有钱是吧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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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个字删掉联系，也不可以重新回到原地。一直不想你留在心底那一段用来呼吸的回忆。既然这些都满足不了，那你告诉我你要什么，只要你求，你求我我就满足你。整个记忆无能为力，不多言语，求我。我们只陪玩戏，从即刻起说对不起，谎话没恶意，明天还能不能和现在一样熟悉？从开篇起埋下的伏笔，就是你哪里来的底气？从即刻起说，是不是我求你什么你都会满足？那我求你离开我，离开我。让我销声匿迹，从即刻起说对不起，谎话没恶意，明天还能不能和现在一样熟悉？从开篇起埋下的伏笔，骄傲的你哪里来的底气？讲什么道理？都是连环戏。说过想再见，没有爱气用的道理。有钱是吧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你求我，我就满足。那我求你，离开我。说爱你。虽然你不知道，当年的车祸是你妈安排撞我的。你为了救我差点死掉，但你妈有一句话说的对，离开我才是对你好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明白呢？我刚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
紧急插播一条天气新闻，半小时内至明日八时会有暴雨来袭，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。两个人的不同，为何你还不满意？冰箱里的东西早就过期，留言还是周一。傻瓜，就知道你舍不得打车。只剩我和空气，没道理。你说爱情仅此而已，谁还没一丝委屈？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。像风吹过八千里，刘美刚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。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。美宝，你为什么好端端的打人家啊？你给我收拾东西，滚蛋，滚蛋！看来我让 boss 调你去2018黄金眼是对的。昨晚和那群男人玩得很开心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呀，就是个被玩烂的破烂。你干什么，朱美宝？你要是不会说话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的嘴封上。哎，美宝，你为什么好端端的打人家啊？钟美宝，我让你去做卧底，你把事儿给我整砸了。我让你邀请李奥访谈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也谈不下来，现在还欺负同事。我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你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，滚蛋！谁说我不接受采访？廖先生，您来了，还不赶紧把山顶扶起来，耽误了拍摄你担当得起吗？快点！啊，陈学长，不，廖先生，我就是被推了一下，没什么大碍的。廖先生，我准备好了，咱们开始吧。我的主持人不是在这儿。啊？钟美宝已经被开除了，现在是山妮小姐。我只要钟美宝，除了她。我不接受任何人采访。眼里的一束光，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。你的温柔，别惦记着勾引我，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。别让我如愿以偿，你是照耀在我生命的一束光。谢谢啊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钟小姐希望我离她远一点。嗯，我那是……不加糖，加奶。还记得我的喜好？别惦记着勾引我了，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。好。毛病是一点没少。哎，开路。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Everything you said, I keep in mind. 别把脸撞坏了，等我晚上记住。好。很好，六六。完美，再来一张。怎么这工作开始这么顺利？好。哎，很好，李友先生。完美。很好。哎，保持。还真的挺上头的。哎，很好，李友先生。完美，再来一张。钟美宝，
他老婆孩子都有了，我不要这么上头，你清醒一点。朱美宝，他老婆孩子都有了，你不要这么上头，你清醒一点。好，共同破解一切。朱美宝，你干什么？我和宝宝来接你下班了。要不不不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好他这口。你们俩什么叫不好我这口？好，钟美宝，你有种。楚儿，你怎么挺着大肚子乱跑？是想我了吗？啊，喂我。你确定？嗯，上次节目做的不错嘛，多亏了美宝姐的指教。我就喜欢你这么聪明的。嗯，来看一下这个。怪不得我好不这口。美宝姐，你尝尝这个。好。笑得挺开心啊。美宝姐的零食以后我都饱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会胖。怎么会？姐姐怎样都好看。喂我。啊？喂我。你确定？喂我。快喂我。好了呀。啊，你上次说请我看的电影叫什么来着？想的话下班一起去看。好呀。嗯。对了，美宝姐，我和你说个秘密。钟美宝，节目你还录不录？录啊，我这不是饭还没吃完。别吃了，工作。喂，你干嘛？好，两位老师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好的，好看。吃嫩草还招蜂引蝶，有老婆还招惹老娘，渣男。钟美宝，你还敢在心里骂？不然你还以为我在心里夸你？哼哼，两位老师，亲密一点，哎，亲密一点，配合一下啊！嗯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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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，老师。辛苦了大家。美宝姐，我们去聚餐吧，你一定要来啊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去嘛去嘛，烈友先生一起啊。烈友先生还要回家陪爱人吧。我们走。哎，你们。Sorry 啊姐姐，我坦白，这才是我老公。老陈，我喝多了。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接我。庆祝节目成功。喝喝喝，玩真心话大冒险啊。不当我面秀恩爱会死啊，渣男。想气我是吧？我还就一点不在意，不能让你得逞。老娘开心着呢，单身万岁。哎，你们。嗨。姐姐 ，sorry 啊，我坦白，这才是我老公。啊？口口声声跟我说什么工作第一，结果这么晚了还跟一堆人在外面喝酒开 party， 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算了，我也没有很重视他。关我什么事？看他到时候玩过头了，耽误工作，怎么来求我？可
可他三杯倒又那么笨，万一喝多了把手机丢了打不给我怎么办？钟美宝，我真的快被你搞疯了。喂，小牧尘，我喝多了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接我。周美宝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是不是玩大冒险上瘾了？可是我刚才选的是真心话。你怎么才来？钟美宝，你到底想让我怎样？其实表哥这么多年没有一天忘记过你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你重新喜欢我好不好？为什么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出现在你门口？什么时候你有？姐姐，你也还喜欢表哥的，对吧？在我经历的所有痛苦中，你的誓言一次又一次破，所以是时间不对，还是我不值得？教堂的白鸽不飞进文物院，至少我配不上星空下的他。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？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。教堂的白鸽不飞进文物院。爱的不是只有彩虹来回答，迟来的阳光就不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等了你好久。我告别吧，不是六年那么短，是一辈子那么长。苏美宝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？你的誓言一次又一次过，所以是时间不对，还是我不值得？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，就像我配不上星空下的他。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？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。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，海的故事只有海鸥来回答。迟来的阳光就不要不的话，和我结果。爱的不会亲吻乌鸦，就像我配不上星空下的他。我没分，你知不知道生孩子有多痛？你知不知道学区房有多贵？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职场打拼有多不容易？你都不知道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搞得像你当过妈一样。我本来就当过，不信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好了。小哥哥，你长这么帅，跟我结婚吧。结婚好不好嘛，小哥哥，你就跟我结婚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长得帅，你都愿意和他结婚，是吗？你不仅长得帅，你呀、关键还长得特别像一个人。谁？小牧尘。变成彼此旧朋友，也就是说你只愿意和萧牧尘结婚是吗？
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你心里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。你只会喝我酒，对对着杯与黑夜对峙，我们不值得相思，守护着各自的城池。所以恋爱还是结婚，你选一个。嗯，我的床什么时候这么软这么舒服，手感也太好了吧，简直不想起来了。我在享受下，这么舒服的床一定很贵吧，我喝多乱花钱了。哎哎，周美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哪怕是喝酒干出来的糊涂事，也是需要负责的。小哥哥，你长这么帅，跟我结婚吧。小哥哥，你就跟我结婚吧。所以，恋爱还是结婚？你选一个吧。周美宝，你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罪。等到明天，又是一条崭新的美少女。我选择转账，先走了，拜拜。你，这不是骗子。叔叔，你很像我妈妈喜欢的人，你能和我妈妈结婚吗？叔叔，你见到我妈妈了吗？妈妈最近加班，老是不回家。你妈妈是谁呀？我带你去找她。我，啊，团团，吓死兰姨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乱跑。来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叔叔，你很像我妈妈喜欢的人，你能和我妈妈结婚吗？叔叔有喜欢的人，我带你去找妈妈喜欢的人，好不好？可是妈妈说我爸爸已经死了。你可不可以不喜欢那个人，喜欢我妈妈呀？我妈妈人又漂亮又温柔，很适合当老婆的哟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团团，走，不好意思啊。这小孩好像一个人啊。谁啊？像你，还有你那个前女友朱美宝。该不会是你俩的私生女吧？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？她要是我女儿，我叫你爸爸。离开我的儿子，数字是当年的十倍。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爱慕虚荣的。我穷的时候没有拿你的钱，现在我更没有。当年你为了让我离开阿晨，故意找人开车撞我，没想到害不死我。这么多年为了阿晨，我一直忍气吞声，你要是现在再来惹我，
绝对不会像当年那样的。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愿意和我联姻，就是为了这样的女人，值得吗？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，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，钟美宝他就是个烂货，这就是他跟野男人的孩子。不管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，以及这个孩子是谁的，我都很爱他。喂，钟美宝，你在哪？喂，说话。钟美宝小姐，我们接到爆料，说您破坏别人家庭，在大学期间未婚生子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这个孩子是您的孩子吗？请问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再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拍摄，我会立即起诉你。叔叔，妈妈，这个叔叔是不是很像你喜欢的那个人？宝贝，你告诉我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。宝贝，你三岁了。钟美宝，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。我没有啊。看来我们得好好聊聊了。美宝小心。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医生，别紧张，刚打了麻醉。爸爸，你复活啦！你做什么？爸爸。爸爸，你复活啦！你叫我什么？爸爸。乖。这是妈妈每天都要写的作业，我不认识字，你能讲给我听吗？我们分开的第108天，我怀孕了。阿晨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是狗毛引起的过敏，过敏是会根据体质改变而改变的，比如经历过大手术、怀孕等，都会引起体质改变。喂，好，你乖，我马上回来。我给他起名团团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上有老，下有我自己，都会叫我一声妈妈，让我急速波加倍。你知道生孩子有多痛？你知不知道学区房有多困？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职场打拼有多不容易？爸爸，哭鼻子可不是好孩子哟。大人的日记不能随便拿。那这个呢？我觉得你需要这个。少爷，上次行凶的人已经被控制了，只是指使他的是……
谁感动？我跟你拼了！谁感动的？谁让你播放李斯特的？仙草只能听巴赫。下去吧。每天只能浇灌十滴凌晨五点从路易十四玫瑰提取的露水，照射半小时，中午十二点从水晶窗处投进来的阳光。我们萧家的未来全部指望这棵仙草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才对吧？怎么，钱不够花了吧？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你要是再敢伤害我和萧沐晨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能赶走你第一次，就能赶走你第二次。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你欺辱的朱美宝。你怎么那么没教养啊？你要是再敢这么做，我就撕烂你这重金保养的脸。反正我们这种没有教养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。我的仙草！哦对了，你这颗仙草啊，配卷饼更合适。我跟你拼了！谁敢动他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就永远不会知道当年的真相，就不会知道你打着爱的幌子骗了我那么久，让我的孩子和我的爱人也受这么多苦。你的孩子？现在我不会允许你再伤害他。哎呀，你的温柔星光降落在你的眼底，我愿顺势跌进你的天际，一座岛，星星和月亮都睡着，我累倒在你的怀抱和味道，我想要无言。这不是我家呀，你把我行李搬到这儿干嘛呀？我觉得你没有资格带好小朋友，必须我的协助。哎呀不行，今天不行，我东西掉了，我得去找一下。哦，什么东西？需要帮忙找吗？你干嘛？放开！爸爸真的，你放开！你干嘛？朱美宝，你为什么要背着我生孩子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我，就算你把我当成前男友，当路人，我都无所谓。但团团他还小，这五年，你怎么忍心让他过着没有爸爸的生活？你要怎么弥补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想打团团的主意，团团是离不开我的，我也不可能让他离开我。我有个两全的办法。这戒指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找了好久。钟美宝，我们已经错过了六年，剩下的事情我不想再浪费。美宝，如果你还爱我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余生，让我来照顾你。雨滴答应了这次离别，什么人最后醉在什么街，什么雪温热黎明前，什么夜，我只要周围在春天时候缅怀过去季节，来来去来来花开了又谢，这个是你说的，那一刻会说你只会和我结婚，那一刻白和红成了红色的雪。承诺不说谎，誓言对你讲，就像是陷入了完美圈套，
一坐到星星和月亮都睡着，我累倒在你的怀抱和味道，我想要忘也忘不了。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。爸爸做的饭天下第一好吃，妈妈做的饭世界第一好吃。我吵醒你了吗？如果准备好的话，可以出来吃饭。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陪你陪到下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幸运。我吃完了，爸爸做的饭真好吃。爸爸做的饭天下第一好吃，妈妈做的饭世界第一好吃。爸爸，翻山越岭，为距离前进。爸爸妈妈早上好。回来在家，低调。团团。这么早啊，妈妈爸爸，哎呀，妈妈抱抱，来，爸爸帮你刷牙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哎呦，老婆怎么了？危险的地方最危险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？爸爸妈妈吃饭了吗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爸爸爸爸。过了很多年后，他们又相遇了。最后，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当家时一抬头就感应。爸爸，翻山越岭，为距离前进，这样也挺好。风雨同行，刻满在心底，想要的幸福需要靠勇气。爸爸，妈妈的婚纱换好了吗？好了。儿啊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妈被查出有不治之症，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啊，求你给妈一个机会吧。爸爸，这个奶奶好可怜，我们去看看她吧。好，那你乖，在这等我。好，我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，以后就靠你自己吧。放心，这一次一定能成功。阿晨，你终于来了。怎么是你？今天我们结婚啊，你看婚纱我都准备好了。
你是精神分裂还是戏精？反正我已经做好这一切准备，今天我一定要得到你。老太太没有跟你说过下药这套已经很过时了？钟梅吧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 你是脑残片吃多了，还是狗血偶像剧看的？我就换个婚纱的功夫，你就上别的女人床了？钟美宝，你来晚了，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。钟美宝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还解释什么呀？我都看到了。你不信我？信你？你俩什么都没发生。 事实就在眼前，钟美宝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是脑残片吃多了，还是狗血偶像剧看多了？这么小儿科的东西你都想得出来？只要他母亲一天不同意，下一次他还是可以把他叫出来。今天你来得及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你的手机以后我保管了，有问题吗？ 不许走！我的脸，你自己下的药啊，不知道自己会过敏。哦，对了，你让我做的那一档曝光诈骗案的节目我还在做，还有针孔摄像头，现在直播大家都看了。 拜拜，钟美宝。糟了，团团，我才不要当没爸的小孩，你好可怕，像个巫婆，我要回家。把你带走，你爸你妈今天一定结不了婚。 那你以后还是没爸爸的孩子。我才不要当没爸的小孩。你好可怕，像个巫婆，我要回家。你别哭啊，你哭也不会哄你。哎呀，小子，怎么别哭啦？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不哭啊？我要吃喝爆胆气温乳的那种。哎。 好久没做了，我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吃。快吃啊！你吃啊！我不会用筷子呀。要吹吹。跟你爸一样，还使唤人。 好吃，比我妈妈做的好吃，你以后都做给我吃吧。我为什么要喂你啊？凭我可爱呀、啊！其实你明明长得像个公主，为什么老扮成老巫婆的样子呢？<笑>你笑了，你先笑着。看来。 你误想一误啊，你妈妈这么看着，也没有那么讨厌了。看来以后我们有更多时间，果然是这样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<笑> 嘿嘿嘿，爸爸，妈妈好美，爸爸真帅。这场人生的大冒险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我愿意。
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就像是多年地风吹暖暖四季，等地球忙着自转，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，有微光的是你，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，这寂静信息浪漫是你一生的甜蜜，只想被你吸引，你这份勇气没你不能呼吸，我波澜四起，心动了几次刺激。太好了，王子爸爸和公主妈妈终于在一起了，从今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什么？因为想前男友无法专心工作，男人就和口香糖一样，如果没有味道就要及时换新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职业女性。什么？因为想前男友无法专心工作？哼，难道你会一直嚼没有味道的口香糖？难道你不想换一个新的口香糖吗？男人就和口香糖一样，如果没有味道就要及时换个新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男人吗？35亿，还有5000万。所以拜拜就拜拜，我们下一个更乖哦。周美宝啊，怎么了？你别动。你为什么要坐别人腿上？那有什么，大冒险输了节目效果而已嘛。干嘛喜欢坐腿是吧？一步的靠近，我的心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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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不停，你花了很多心思小心机，我的眼里都是你，想念你一天两天思念四天不能停，我的爱一直在进行，这青涩的年纪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